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到 KS 看股。今天是10月20号，2024年了、啊。所以今天我们要重温一次一个星期所讲过的股了哈。我们不要讲了，就忘记了啦。我们 at least 至少重温一次，好、哦、看看它的第一步哦。我们看了那个股之后哦，它第一步到底走势是怎么样哦？然后看我们的这个图表分析，继续的观察哈、哦。还有就是啊，昨天我有讲关于这个啊。财经预算案啊，他说某些公司会某些行业会受影响啦啊，就昨天我们有分享一下啦，说我告诉我没有讲整个财经预算案出来啦，那些有很多大师会在网上会讲啦、啊、OK， 但是我们要知道啊，某一个行业你要小心啊，某一个行业有机会哈哈，最终我们要看到机会罢了啊 OK 啊 OK， 我们看看这个研究生明显啊，请注意，本人并非专业交易员或顾问，分享个人的交易过程仅为娱乐目的。本视频中包含的任何意见、报道、研究、分析、价格或其他信息均为个人观点，并非投资建议。对于因采用视频中的信息直接或间接导致财产或资产的任何损失，本人将不负担任何责任。外汇、指数、股票、期货、商品、能源、贵金属等交易具有高风险，请您投资前妥善研究评估，并请根据您的交易需求寻求专业财务顾问的建议。OK， 所以这个星期哦，那个马股其实没有什么跑啦，哦，没有什么跑啦，哦，全部都在整这个财政预算案啦，啊，这两个星期啦，啊，你看到你都险啦，啊，险啦，真的啦，啊，给我们看看这个，啊。消费99 AX， 哎，这个错了。Capital A， OK， 我们看一下99。OK， 99开始回调了、啊、等到回调完先啦、啊、现在开始回调，也许回调 2.14， 可能会回调更低一点啦、啊、所以这边它有条上升趋势的，其实 这条上升趋势是破了的了、啊、所以它开点 有点好像双顶这样啦、啊、你去四小时看的话、啊、有个小小的顶在这边啦、啊、所以它会回调啦，它会回调、啊、不是讲它没有机会，它回调后可能还会跑啊，这个要等等看到 AX AX 有小小动力，但是不是很强、哦、不是很强、哦、它上星期五量也少了、哦、量也少 okay, 所以它还没有真正的还没有继续的跑了，如果它要跑的话呢、啊、你看这个啦 1.86、啊、如果它大量突破 1.86 可能它有机会跑了，就是它做了更高的高、哦、它开始转趋势了 okay, Aion 呢、哦、年尾啦、啊、可能还能跑一点 Aion 它突破，但是它其实跑到比较慢一点、啊、我看我们要画过新的图，画过了、哦、它的趋势有改变了、哦、看清楚一点点、啊、它的趋势有改变，Aion 上面还有目标了、哦，尤其是明年啊，明年啊，你知道了、啊、这个啊，这个啊，最低薪水起了啦，昨天我们有讲啦，哦，这些补贴的东西，哦，说那些啊，政府官员啊，那些他们会比较多零用钱啊，会比较多零用钱，说这个呢，哦，这些消费啊，今年你要，明年啊，今年年尾开始，明年你要开始看啦，啊，说这个呢，这个还是慢慢上啦，说你要小心这个底啦，哦，它这个底。哦，它没有跌破这个底，哦，是 OK 的，哦，没有跌破这个 1.37 是 OK 了，但是它跟着这个一个这个上升趋势，哦，一个这个上升通道慢慢的上了，还有机会了，来这个啊，衡量 Bank 1.82 RSP 1.75还有机会了，哦，如果它没有跌破 1.37 可能它慢慢的爬就上了，它不是很强，但是还在爬了 ，OK， 看 Capital A，Capital A 也是啊，哦 ，Capital A 就，哦，开始冲上去。我们看一块钱，它冲破一块钱，也许它还真的还要跑了 ，OK，
哦，我们看看能不能冲破1块钱啊？OK，没有个通道了啊！你在这边买哦，通道顶买不是很好了。你看这个很清楚是一个通道了啊，OK，所以你在通道顶买不是很好了啊。它突破通道顶跑还 OK，或者跌回来通道底还 OK 哦，才比较好哦。你在这边不是很好了，OK。再看其他的。Casper 跟定 Hennigan，OK，Casper，哦，Casper 起了啦，是我们讲啊，Casper 我们有看到这个有机会上来这边啦，21、22这边有机会啊，OK，因为这边有一条趋势线，哦，有银行目标哦，投行目标哦，有投行目标，然后它有一条阻力线在这边。这样子啦，哦，这个还有机会爬上来，应该。跟定没事，跟定没事，暂时 OK，但是慢慢排来止跌了啊，止跌它明年啊，这个旅游业啊，政府要加强哦，加强这个怎么讲啊？资金哦，这个推广我们旅游业的这个资金啦，哦，都希望啊，它可以带更多的游客来了，啊，带多更多的游客来，就是这些飞机啊，哦，这些航空啊，这些还有这些就是旅游胜地啊，做旅游业这些可能还有明年有机会了，OK。跟定也是啊，跟定在顶就3.9块哦，它不要跌破3.9块，长期还是在一个大大的这个横盘呢啊，跟定也是啊，在一个大大的横盘里面呢、，OK，但是还是 OK 啦，长期啊，希望它明年可以带动它哦，这个旅游业可以带动它继续的反弹，那个突破了啦，那个但是这边24.9有点阻力又跌回下来。啊，它暂住在22.78上面，OK 的啊，跌破你要小心啊，OK，Hopsing 突破了啊，可能还可以跑啊，还可以跑了这个1.30到1.45这边，Mr. DIY 把你的 Synergy，Mr. DIY。你慢慢的跑，它突破了啊，慢慢的跑了啊，这个你要也是要等呐、啊，啊、哦、要等，，OK，也不要看了，好多好多的这个啊、哦，投行支持，很多支持那头有了啊，很多投行给。目标它哈、哦，它不强，但是它还在爬了啊，它不强，也许它会，我觉得也许它会做一个通道了这样子啊，慢慢的爬了啊，慢慢的爬哦，OK，所以我们要看这边呐、啊，这边呐、啊。哦，1.96这样子啦，2块钱啦啊，它。呀，2块钱呐、啊，它没有跌破2块钱，应该是 OK 的啊，长期哦，应该是 OK 的。把利率啊，把利率可能有个小反弹了、啊，但是它看来长期不，它不是很，哦，它不是很强，因为它开始下调了，它本来是很强，但是它开始跌了，现在哦，你看到、哦、它开始做了更底的底，更底的高度，它开始走跑一个下跌通道了，慢慢的横盘了、啊，横盘也不算下跌了。说这个反弹也许是小反弹呐、啊，弹来这边。今年可能不会这样好了啊，明年呐、啊，我看这消费啊，今年可能没有这样好了啊。买了冰4.2，给我们再看，还有谁呀、
三如果它突破3.9块就很好哦，现在横盘了，其实它是横盘，3.89块了，它突破3.89块就很好。把你新能源哇，这样子大跌下来最好不要追了啦，这些啊，这边有个假突破跌了一下来，说这个庄家洗盘，庄家已经洗手，不是洗盘洗手了啊，逃到完了啦，都不要追了。OK，我们看本要 STAR 今天发展，我们看这个建筑啊，本要 STAR 还在跑啊，它突破了1.34，还有机会来这个1.63。今天大体下来，它有小反弹，这个是你逃命波，我觉得啦，这个反弹是逃命波啦，叫我追，它已经大涨了一轮，然后又大跌一轮，通常这些是。这些有很多的庄家在操纵了，他们卖不完，他们推上来，他们还要卖给你了啊，说你要小心了，这集团通常是这样啦，发家给加加 LFE，发家拿到工，发家有一个小有一个这个。有一个这个双底啦，也许可以一点的啊，但是它已经这样子，它已经做高了的啦。这个好像是像逃命剥夺一点，也许有点小反弹，但是它像逃命剥夺一点啦。格栽亚好像还要跑咯，突破了。它这边有点阻力啊，如果冲破这边就很好了啊，2.18，2.18它冲破2.18，它很可能可以来到这个。2.6这边啊，2.5、2.6这边啊，LFEMGB，我也被掉下来了，这个也是还超了啊，不要玩它，最好就不要玩了，我觉得。MGB。7.95，7.95也是啊，冲不起啊，冲不起，这个暂时也是，最好也不要动它好了，OK，它冲不起，红色也没了。PMH。UUE，0310呢？它有机会了，它这边反弹哦，说它有机会来这边，0.92有机会了，但是还是 OK，它站稳在。0.695上面呢，应该还是有机会。PMHLDG，PMHLDG，它还在还在缓慢滑下来了，这个要等它突破4毛钱的。OK，再看其他的，Gas Malaysia 看能源，Gas Malaysia Hibiscus Key Fuel。Gas Malaysia 是那个。工业啊，给什么一些突破啊？可能还要跑，但是很高啊，值得不值得追？不是很值得追了，因为投行目标过了了啊。Hibiscus Key Fuel，Hibiscus V99突破掉下来，这个不是很好了啊。那天那个。
而且那个油炒不起来，但是等看怎么样了 ，OK。哦，这个要减少了啦，这个啊，暂时是没有动静了，哦，它没有继续再跑，油价继续再跌 ，QQ 不干 ，QQQQ 一直在跌，不干，0233突破0.985有机会啊 ，OK， 它有一个提示啊。金融 ABNB RCE RSB 突破掉下来，哦，失败了这个啊，暂时不能了啊，这个小心啊，这个不能啊，失败了，掉下来了 RCE RCE 还在通道里面啊，还在通道里面，跌破1.45要小心。RSB OK， RSB 还在继续爬，很强了啊，继续爬，这个也许还能爬高一点啦，但是很高了啦，现在买不是很值得了啊。Hatta LKL Pharma Top Blue Hatta 想突破3块钱，正在这边正在挣扎哦。我们再等多几天，看它能不能站稳在这边上面。它没有盖这个缺口，不是很好。砝码，砝码要等啊，啊，砝码要等啊，还有很多计划，但是要等啊。Top Glove，Top Glove 也是啊，还没有跑啊，是这边。CSB Netgate KJDS。啊，现在追到目标区了啦，这个是套利区哦，不是追，不是啊买点呐 ，OK， 不是买入点啊。Netgate 突破还 OK 啦，慢慢的跑啊，这个啊它突破头肩可能还能去高一点啦。啊，但是它不能跌破1.67了啊！现在你知道了啊，看一下这个下个星期怎么样啊？行情怎么样了啊？这个财政预算之后，哦，可能 market 高兴它会大起哦。但是我暂时啊，这几个这一两个月，我还是玩咖啡钱这样啊 ，OK。KJDS。如果这个财经预算呢按过后很强啊，也许可以玩多一点啊。这个是0293，0293还在，他已经做了双顶了，这个要小心了啊。Okay. Signtech SK Press，Signtech 也是很高流了啊，高流目标期了啊，那他开始在这边调了。SK Press G5它已经开始好像开始下调了啦，这个暂时啊，如果它大量突破1.14才看怎么样了。 OK， G5 Haptech 钢铁 Haptech 跌破这个通道不是很好了啊，现在钢铁昨天有人看了啦，钢铁不是很好。THS 中指这些在通到底哦，可能通到底反弹有机会啦，他们跌破1.05啊 ，OK。BCB Crescendo， 我们看这个房产。BCB， 哦 ，BCB 大跌下来哦，它差一点不到，差一点点就到目标了啊，它跌下来了。不要追了这个啊 ，Crescendo Echo World，Crescendo 那边可能双顶要小心啊，跌破1.45你要小心，炒到很高了，哦 ，Echo World，
各位还有跑啦，然后可能来这个2.13还有机会的啊，但是也是很高了啦，这个房产你要知道了啊。还有 IPG 啊，未接这边突破还能跑啊，还有机会来这个，也许还有机会来这个 RSB 这边2.75这边还有机会，IWCD 就不好了，它突破0.6655才讲了，OK，LBS 也是啊，掉下来了啊，不是很好，脊椎不是很好，NAIM。可能有个反弹啊，我觉得是逃命波多一点啊，哦，逃命波多一点啊，哦，有个双底可能可以上到来高一点哦，这边有机会了，1.45有机会了，OK，跌破这边你要小心了啊，跌破1.07。Sign property SP 是这个三倍。Sign property 5288慢的跑啊，看1.66要小心啊，可能双顶啊。SP 是跌啊，不觉得突破可能来有机会来1.55这边啊。OK，不能不最好不要跌破1.24啊，三倍，三倍还是突破可能可以还跑多一点啊，5块钱，但是跌破4.13你要小心啊。单个 UMS 单个就太高价了哈，追不到了啦。它开始哦，开始那天开始丢了一轮了，我要小心了啊！它开始丢了。单个 UMS 还没有突破啊，它还是跌，它有一个小小反弹，但是还没有突破这个通道，这个就不是这样好了，暂时。OK，我们看 HD 八度 Inari Me，记得点一点赞、分享、留言啊，OK，支持视频啊。HD 八度，好，HD 八度还在跑了，恭喜你了啊！没有卖的信号看，没有卖的信号继续收。Inari 还没有反弹，还没有真正的反弹。还有谁？MPIMPMM，Me 也是还没有真正的反弹，他想做底了，还没有看真正的看到他反弹模式了啊。OK，突破2.04比较好了。OK，MPI 也是突破28.34比较好。MIEG 要炒不起，哎呀，吐血。Benda 也是啊，Benda 突破3.6，也许有一个小反弹啊，这个。OK，变大，也许一个小反弹，他想做一个底啦，但是不是讲哇，这个是长期，哦，这个第一，这个是算逃命波啦，你有功夫你可以追一点的啊，OK，好，可以玩一点，捞点咖啡钱啦，UCHI withdraws，UCHI，OK，它有一个通道啊，它可能通道底去通道顶了，哦，也许还有一波，但是也是很高了。withdraw 有没有反弹？withdraw 想反弹，突破3.57有机会啊！你看是3.57啊。Timecom，突破，OK，Timecom 有机会来5.25，突破5.25可能还能去上这些上面机会了。它最重要不要跌破4.64啊，不要跌破4.64，OK。Hashtag，突破一点一下来，小反弹也许啦，哦，但是它已经炒了很高，已经丢到很够力了的啦，它不是很好去追的啦，我跟你讲啦，没有股上了100%，这样3个月后又再上100%了，很少很少会见这样的股啦，给你要等啊，给它休息一两年、半年、一年的啊，才能降它啊。因为你知道，你大公司你要谈一个合约，谈到一个合约你起，啊，炒一轮。啊，你要谈一个合约，大合约啊，不是每个月都可以谈到大合约了啊。啊，如果你去大公司啊，你去签一个啊，去啊，
签一个大合约，你知道多么麻烦，要找律师这个那个啦。以前的话，我去大公司做，又要谈那个合约，找律师，然后又要去 test 那个产品啊，然后他要去谈价钱啊，很多东西啦啊。你要做一个大的 million million 的 contract，不是三五天可以谈出来的啊，比较多哦，很头痛的，他不是很签到是很高兴，签不到你就很头痛啊，呵呵啊。比较多皮，比较多开始下跌，它有点反弹，又跌一下来了。好，我觉得长期它是开始跌了的了啊。OK，丢信。丢信到目标区也是不要去追的了。好，我们的这个往目标区到了。OK 了，好了，今天讲完了，我们看下个星期，刚才这个财政预算出来，这个market 的反应是什么啦？market 这些大集团啊，庄家的反应是什么？OK，我们明天继续再谈，拜拜。